你好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阿嘉。你今年几多岁啊？我咧而家差唔多30岁。30岁，你结咗婚未啊？结咗。结咗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。有几多个小朋友？有2个小朋友。仔定女啊？全部都仔。两个都仔啊？几多岁啊？5岁同埋10岁。5岁同埋10岁。你有冇哥哥家姐？有。细佬细妹有几多个啊？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同埋一个细佬。嗯，咁你排第几啊？排第几啊？喺屋企。屋企有。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一个细佬，都系你排第三。嗯。咁你老公几多岁啊？35。老公做乜嘢噶？公司银行啊。做银行咁叻啊？哇，系，咁你个爸爸妈妈咧喺咪度啊？喺屋企，喺屋企帮小朋友。哦，你以前喺香港做咗几多年啊？4年。呢个老板做咗4年，就系做咗4年，系咪啊？照顾咩嘢人啊？照顾小朋友。小朋友几多岁？而家4岁，差唔多4岁半。即系你去个老板屋企嗰阵时咧，佢啱啱系半岁。系啊，4个月。4个月。哦，咁你识唔识买餸煮饭啊？识煮乜嘢餸啊？食住皮骨汤啦，蒸皮骨、猪肉饼、炒西兰花鸡肉。嗯，都识。你平时自己买餸煮饭噶？系啊，自己买餸自己煮饭。哦，咁都好叻喎。系啊，我老板两个都翻工。哦，两个都翻工，咁全部都系你做嘅。系啊。哦，咁你想喺香港再做几多年啊？哦。做2年啦，4年啦，6年啦，6年啦，做6年啊，个老板好啊，做6年系咪啊？如果而家个老板间屋好大间啦，1800尺，但系咧净系两个老人家帮佢手清洁、煮饭、买餸，得唔得啊？咁但系佢放假有时可能啲仔女会翻嚟食饭噶喎。冇问题 ，OK， 好。咁你使唔使翻印尼啊？你想翻印尼？几时翻印尼啊？三月一号，即系攞咗 visa， 你翻咗印尼放假先，放几耐啊？3个礼拜。好 ，OK 啦，唔该晒，拜拜。